他离婚了，离婚了呢，沙童好像没说话，人家离婚，人家阵仗大了，是谁给播报红星新闻顶猴？还有谁啊？还有极目新闻、澎湃新闻，那么刘源儿是说是个著名演员出生在重庆，80年出生的，也不小了，80年40多岁了。这配的图片是现在的图片。演的那个秦京如啊，那个情满四合院啊，我们老爹他们老头子们都爱看的。那个秦京如长得这样子，所以说这个都不是现在的图片了。沙童就是秦京如，是这个。这个是个体育主持人吧？秦静茹是哪个呀？是这个演的姐姐还是个妹妹呀？那演的是妹妹，看来是这位。这一点儿也不一样啊！这个秦淮茹是姐姐，秦静茹是妹妹啊。是这位，在这个《青满四合院》里出演的，这样，离婚人家说的比较好。其实这俩演员不俗，我和沙童先生已经解除兄弟般纯洁的婚姻关系，无任何纠纷，无任何争吵，感谢这些年来。一直关注我，祝福我的朋友们生命继续灿烂依旧。看人家都是顶猴给人报道这个事儿啊，嘿，这个一说兄弟的感觉，大家都说啊，难道这个谁？难道这个沙童是 gay 吗？你看，你说你不惹事儿，你这句话还是惹事儿了。哎呀，给大家轻松轻松吧，我做了一天时政。你看这句话不就是 gay 的意思吗？你看别人评论都说你们是 gay 的关系啊，兄弟伴嘛都。那当然，他是个 gay，可吵什么呀？你看人自己说的啊。是 gay，人家没说是 gay 啊，人家说人家结束了兄弟般的友谊的婚姻关系，你看这里搞笑。